对不起，我堵车了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贵人值得等，贵重的东西就更值得等了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耐得住性子。 指挥部，指挥部，我是肖辉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重复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毒贩持有枪械武器的几率很大，各小组注意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各单位，报告情况。哪里有就位？许可就位。高人就位。副兵就位。林哥，时间不早了。 什么人物？败类。怎么样，戴姐儿，这蛇票？ 能让你嗨一晚上。南明哥，咱们交易吧。好，老规矩，钱打过来，24个小时以内告诉你交货地点。现在钱也不在，货也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请示一下吗？传言上头方针太紧，你们杜家也要撤了。我知道，你说的不算。 转过去了，等会儿，都别动，黑吃黑，是黑就得撞，稳住，按原计划。你们是要跟着死的，还是跟着我？行动。
你是第一天当特警行动队长吗？你是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吗？擅自下令，整个行动差点都被你毁了。下周是你父亲的忌日吧？你还记着呢？我跟他搭档的时候，你小子还上幼儿园呢。 我明天有个会，走不开。这是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茶叶，明天给你放一天假，替我给老伙计泡杯茶。下次在行动之前，好好调整调整情绪。
你等一下，看着他。求你了，别打了，求你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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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
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骗了。明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做了风声的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。看我们这行太毒了，毒死。大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 看见这么多年，我和你转这么多的风声，你放，饶了我老婆孩子吧！大姐，大姐，我错了，我真……哎，哦，是你自己死。 还是全家一起死，我说了算。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在哪？ 你可以进来了。
三十。哎。你啊！你啊！做事呢，太不细心，也太容易相信别人。你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吃大亏的。我的人，我管不了。他是警察。跑不掉的，贩毒，贩毒他就回不了头了。沾了毒，他就得拿命来换了。小李说的什么人？二啊，肯定是今天逃跑的人啊。他是队长的师兄，当年也是警察。做卧底能做到让你把他带到我这儿，他也算是不简单。这上面写的，我知道。这资料上没写的，我也都知道。哎。他是因为私人恩怨得罪了同僚，不需要你们原谅，需要是我自己的。站住！站住！拿！后来又因为老在外边打架赌博，就让特警队给除名了。李德华，干脆不干警察了，就开始干人了。堕落、酗酒、生瘾，还越赌越大。如今可是啥都干，特别狠。这不能控制好，被判了刑。在里边认识了阿虎，阿虎把他介绍给了高丽坤。怎么样啊？干不干啊？我干。我
我钱，没等还，高丽坤欠我钱，所以就让他替我去收几个陈年烂账喽。尽管。确实弄得漂亮。今天能活着回来，靠他。你的故事很精彩啊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事实。故事也好，事实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要给我一个姓你的理由。你局里头冤家是谁？萧盾是大义灭亲，听说他最近放出来了。行，萧盾还有这理由？队长，你们说今天那人跟萧队是不是？萧队，萧队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哎，要不哥几个一会儿烤肉去？你们吃吧，我还有值班。萧队，强哥，一块儿呗。你们去吧，我有点累，去洗个澡。心里那根刺又疼了。换我，我也走不下去。568314。从此，特警队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是他的杀父仇人。三十进不窑子，那还是警察呀？是，原来是，这是事实。我没得选。那原来的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能怎样？不是你能怎样，而是我让你怎样，你就得怎样。说来听听。告诉你，别耍花样，穿上这件衣服不能脱下来。拐角向西，第25根柱子上面的夹层。Thank you.
现在这个伤让我们很被动。很被动。我这个伤不爱的。我这两条腿想往哪儿走，我自己还是可以做主的。是，你能做主，你就自己做主，把买家给杀了。卖毒的态度都不好收尾。现在上头收得紧，我本来想着这次撤离出境能够平安低调。你能平安？反正在外边挨枪子的是我，警察盯着的也是我。横竖都是要撤呀，多一笔钱不就是多一点保障吗？不对吗？杜月明，我们杜家能有今天不是靠这么赚钱？靠你！靠你！反正杜家也是你的。谁不都一样吗？阿明，我已经帮你得到了现在的位置，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？姐，你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帮你弄死你男人的吗？要不死你有今天。他要不死，更难过。队长，你不是说要回去休息了吗？没事，睡不着，过来复个饭。我跟你一块去啊？不用了。悬崖边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选择。你得给我个交代。我不需要给你交代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师父吗？我对得起我自己。你用枪吓唬特警了？特警就不要命吗？毒贩都不怕死吗？宵夜，那三个是我买了。哎，谁买的不一样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警察干死了警察，还是警察吗？我错了吗，董事长？回答我，我错了吗？说话了，我错了吗？是不是又碰那玩意儿了？我告诉你多少回了，我们贩毒的沾了毒，他妈命就到头了。反正我没错，反正我没错，我没错。手机定位，把货带到那儿，车处理掉。出发新闻：今晚23:40左右，本市江南区廊桥街道附近发生枪击事件，现场一名警察中枪受伤，已送至市医院抢救，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。接下来，请看国内时讯，国家。说，老板，货取到了。他，你让他消失，消失几天？小队人呢？讲话。昨天晚上不是去找你的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说话呀！都他妈阳了！喊什么呀？一大清早就听见你在楼道里边吵吵吵吵，你吵吵什么呀？你没死啊？啊，我死了，你好转正是不是？不是说，不是说你中三枪吗？你手那么重的啊！行了，别闹，注意点影响，都在会议室等我，啊，我去见趟李局。进来，李局，把门关上。是。我想问你，张磊是卧底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算再挨他100枪，也值。张磊一直将你父亲的牺牲归于自己的鲁莽和失职。他认为唯一能告慰你父亲的，就是将杜氏犯罪集团一网打尽。他主动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制定了严密的长期卧底行动。报告局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这三年，张磊他不容易，虽然逐步得到了杜月明的信任，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到幕后的真正黑手。杜氏犯罪集团近期准备将他们的制毒生产线撤离中国，这是抓捕杜日昌的最后机会。为了任务，
先把自己给摧毁了。倘若真是抓了杜月明，那我们部署的三年计划将功亏一篑呀。他的信念一直都没有变。他昨晚的行动计划也是提前向我做了汇报，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今晚安排人到。张磊所参与的一切行动，都是为了打击毒徒和毒贩等违法犯罪的。可是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开枪的是我们，或者其他的同事呢？作为一名卧底，首先不是伪装自己，而是摧毁自己。为了可以让贩毒集团彻底剿灭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我准备好了，愿意接受任何意外。他一直都是警察。一句，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？特警突击队做好战斗准备，张磊的情报应该很快，而你会有特别行动任务。是。喂，地点在哪儿？在这儿，除了卫星电话，什么信号都没有。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这么好的地方放弃了可惜了。那怎么办？公安查得这么狠，有多少钱够我睡的本？哟 ，freestyle， 啥都不懂。没事，反正你懂狠就行。等咱们去了那边，有钱啥都不是犯罪，想怎么狠就怎么狠。林哥，我听你的。那么多老哥，那等去了那边以后，整个东南亚那一条线全归你。跟了我很多年了，明哥喜欢，送你。
谢哥。报告，卫星定位信号接收正常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资料显示，这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疆作战时期我军某部搭建的临时驻地。作战结束后，部队撤回，后来被承包出去，成了茶园。附近有好几个茶叶加工厂。这么看来，杜氏集团很可能利用这些茶叶工厂做掩护，生产毒品。三面环山，只有一个方向进出，山高林密，易守难攻。大规模搜捕行动很容易打草惊蛇。这地方南面距离国境线不足十公里。小慧。到。你是陆军侦察兵出身，根据目前的情况，你说说看。是，我带一支侦察小队秘密潜入毒窝，展开突击作战。首先控制杜家姐弟，瘫痪他们的收网。好，我们大部队在外围等你的信号，联合出击，收网一个不留。同志们，经分局党委研究决定，正式批准你们针对杜氏犯罪集团制定的突击作战计划，行动代号雷霆，即刻行动。小队，装完了吗？哎，快了，就剩两车了。装完你就早点收工，我在后面看项目。哎，好。来，快点干啊！
强子，大刘，开路。全部清理干净，一个不剩。警察的劲儿再用一回。我是警察，从你贩毒的那一天起，天涯海角，警察一定会抓住你。再跑，他们会杀了你们，他们会杀了你们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啊，跑啊，他们会杀了你们的。阿明，就你这眼光，你以后怎么做主啊？我这辈子最怕你让人骗我。刚才查哨，发现外围的几个暗哨都联络不上了。当我者死。头车后面一个，单核两个。远处第三辆车，一个。
警察来了！收到，大姐，您猜的没错，有一伙特警已经潜伏进来。几个人？大概有五六个人。被他们盯上，大部队一来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赶紧撤！二，叫齐人，尽量拖住他们。阿三，把所有产品装箱，快！走，警察，快走！请答应我，派出两个佣兵小分队来边境接应我们出境，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赶到。姐，都装好了。这里交给我。阿义，你放心。你家里人，我一定不会亏待。我带不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死是最好的守密方式。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警察是无所不能的，你说呢？那么容易。
我想摁死我，扶起来。没事，看来这边也没有。走，小刀，又来了一波匪徒。做好战斗准备。我指挥，我现在如何办呢？齐心协力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我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为什么我？我们烟雾消退。不许动！挺硬啊！来啊！一二三！你不来我也能搞定的。怕什么？那三枪我又不用你还。那还不欠你一辈子。兄弟，还不就是一辈子。
怎么样啊你？没事吧？你看呢？炸弹炸不死我，我也没烧死我，我命硬，这一回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。别拖我后腿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部队，什么情况？后面又来了一批。这样，我和张磊继续去追，你们几个把山下那边人给我搞定。是是是。肖辉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动员马上就到，请汇报你的情况。报告，我和张磊正在追击目标。雷霆行动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务必全力追击毒贩。是，一定不辱使命。宋老板先走，要不那边见，要不下面见。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
快点！哎，受不了！受不了，我疼死了！手给断死！别碰我，别碰我！不要控制他！这玩意儿是我们用来控制别人，你不能被他给控制了。这是我们事先就定好的规矩。要不然你赚再多的钱，你没有命花，你知不知道？杜元明，董事长，我他妈就是个毒贩，你也不是圣人。走不了，走走啊！我他娘的别走啊！哎！啊呼！哎呀！你是不是想把我交出去啊？哦！哦！但是你抓不到我的，因为我会飞。啊！哦！哎呦！警察，别动！你也是警察，就抓我姐，她才是老大。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只不过帮她把她男人杀了，去抓我姐。杀了他，我就是老大了。我说的就算了。去！去！去！哎，赵姐。
把你追！李健，目标定位一群人，就是说。
我们是警察。知道，一个绝望的人会不择手段的想要得到他要要的东西，不过死，你怎么一个死法？你我说了都不算，你的生死会得到法律的审判。队长，你会永远陪着我去战斗。老伙计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雷霆行动到今天为止终于成功结束了。队长，我任务完成了。爸，我做到了，我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能成为一名警察，我为此骄傲。